今天是一个下雨天，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15号10点18分。今天外面下雨，我现在在文藻地铁站。热的，我先。打开厦门地铁 APP。园内方向，是镇海路方向，马上就到了。车马上就到，我要去那个镇海路，要去镇海路。6分钟还5分钟就到镇海路了。
本次加科号列车开往镇海路方向，下一站中山公园。本次列车开往镇海路方向，下一站中山公园。镇海路了，到镇海路了。现在十点二十六分。刷地铁 APP。
直播间。我现在到达了那个镇海路的地铁站，镇海路地铁站的那个出口的二号出口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我本期视频呢是从那个文兆地铁站坐那个地铁过来的，坐的是一号线，那速度非常快啊，就5-6分钟就到了，5-6分钟。然后也没什么好说的哈，就是每天的日常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各位。现在的时间再说一下啊，现在是10:31，今天是3/15/3/15，今天是那个3/15。那我们本期视频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